大家好，我是江成俊，欢迎来到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新闻直播。提倡素食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有人素食是为了宗教信仰，有人则是为了健康，更有人二者兼顾，一举两得。影片中一人分别饰演三角，为的就是推广素食。其实我们吃素食是不难的，也是色香味俱全，而且比吃肉更有力，体力非常的好。我们把蚂蚁倒下去，我们拿一把刀往自己的手这边割一刀，我们也是有那个痛，但是如果我们是割一刀就已经那么痛了的话，我们更何况我们是去把它杀到死为止，所以是他们的痛会比我们增加100倍的。不忍动物被杀害，成俊决定茹素，而且还经常跟妹妹分享课堂所学。为什么你每天上狗狗人文课？因为我觉得这个人文课很有意义。你在人文课学习到什么？学习到不可以杀生，要多吃素，学会将心比心，所以愿意放下嘴边的肉。成俊对于忍字有一套诠释。我会忍下来，因为这个，因为毕竟这个是一把刀在这边，在心的上面，所以就很像一把刀插在这个心的那边，所以就是很痛的。所以当这个痛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忍着，就要忍着这个口欲，就是不要去吃这个肉食。不止自己茹素，也希望人人回应。成俊自制影片，要把这股劝素力量从校园扩展到更多地方。麦大爱、胡永雄、黄玉美，吉隆坡报道。